是，所以我喜欢的。台中市长卢秀燕亲自发送鸡排和可乐给终结工程局筹备处的同仁，新成立、新气象，替他们加油打气。那其实还有鸡排补充一下，新办公室新设备进驻放乖乖，保佑一切都乖运作正常。3、2、1，请接牌。鸡排正式启用，同时也宣告启动大台中捷运建设起飞，心里程碑。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，台中市的第一条捷运绿线通车后，第二条蓝线也准备进驻实际工程阶段。我们只有一条捷运，那过去这条捷运绿线呢，是委托台北市政府新建，可是未来我们有这么多的线，势必。 要一定要成立自己的捷运工程局。为了因应滞后庞大的捷运建设业务，市长补充，整理组织扩充调整是首要任务。未来有利蓝线、绿线延伸工程，还有机场捷运线，都能早日动工新建。TVBS从罗维新台中报道。